我以孤独为荣，不惧怕，不过就是幸福来得晚一些，能不能别说再见，我们可以走很远，约定好的明天，你会不会出现？我以孤独为荣，怕什么？灰姑娘收集脚印，破茧成蝶。我知道成长很痛，但至少还有感动。青春是场冒险，因为坚信 never give up。好的，欢迎回来月世界，那我们回到少女回战。今天呢，跟各位分享的是砸金蛋的 part 十，突然间卡卡。然后，今天除了砸金蛋之外，也会稍微的去把这个二分之一的周年庆典稍微的去做个东西的兑换动作，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先来砸金蛋好了。砸金蛋呢，它除了可以在消费回馈这里可以拿到一些钱之外，因为这一次的这个二分之一庆典里面的拼图任务里面，我觉得这次的那个门槛有点高。我记得之前是5万哟，其实现在到8万去了，好像有点高，有点难以拿到感觉，还是我记错？我也忘了。好，不管，光砸金蛋就有3万，所以说我们只要再砸5万就可以把那个任务解掉。但要看最后到底能砸到多少的金蛋部分，这样子。好，那我们来幸运砸蛋。那就选择金蛋喽，单机的你，够单机的你，我炸死你！42，就是没有想，真的好少哦，之前是97耶，天哪，怎么这么少？是快倒了，再砸300块，我砸！哎呀！哦，这个比较好，这个846，这比较好。我希望可以下一个就是8000多，好不好？8000多，不要想太多啊，不要想太多，就不会太伤感。3000块砸下去，到底能砸到多少呢？我砸4400哦，哇，有点比之前还要低一点，4410。事事如意哦，那3万应该可以好一点，好不好？3万，拜托，砸多一点，我需要去那个抽卡，这样子，这样我才有比较机会可以抽多一点，这样子。因为如果说赵云的话，光看起来，从 UR 到 UR 加的部分的话，起码到6万，所以说希望可以砸到超过7万。也就是说，今天这砸下去，希望回来 是应该要有啊，算了，有5万我就要偷笑了。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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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点，给我多一点！哇，39000，好少啊，少的可怜，比之前4万多还要少。哎，真的是468了，超傻眼，真的是 BBQ 好不好 ？BBQ 了，这次砸的真的很少哎。这样也，赵云都没办法抽到保底的感觉。好，不管，那我们就接着要抽赵云。这一次原则上的话，一定要把赵云给拿起来了，这样我们才会比较好。不过在拿起赵云之前的话，我先把刘备给抽起来。我们刘备UR加这一次其实差一点点而已，就快结束了。如果说这一次3回合之内保底结束的话啦，有拿到10颗就直接省，如果真的没有的话，算了，还是直接抽1950好了。1950抽下去的时候呢，剩如果说真的是没有保底的话，那就表示我们明天再花个600元的元宝就可以，应该说400，因为明天还可以白嫖一次。好，我们就花1950好了，1950，冲了 key 啊！哇哇哇哇，没有，你看，好了，算了，那就是明天了。明天我就可以把刘备 UR 加的部分给拿下来，那我们就接着回来抽赵云。哦，赵云，这里有2抽，好，1450一开抽了。第一抽，拜托拜托拜托，波比波比波比，哇，就是烂啊，
烂啊！保底，不要保底，千千万不要保底啊！哎呦呦哦哦哇，五倍，好爽，棒棒啊！这个五倍就等于是直接拿到了啊？不对，它是两个，哎、欸，是十个五倍吗？也、欸、不对啊，十五倍呢？不是，它的五倍应该是二乘以十才对啊，二乘以五变成十个，好，这样子好了，也算赚了，好不好？至少去掉两次的保底。好，再抽一抽，拜托拜托拜托，多一点多一点，哇，也是不错啦，多了一个，还可以还可以。三，保持这样的感觉，一直给它下去就对了。哇，没有。可恶！我不要，不要保底，不要保底。哦，还可以，还可以，这个的话还可以，我觉得还接受。那就不要保底就好，千千万万不要保底。可恶啊！那就只有七抽啦。很贱，你看，又多了两个出来。好了，算了算了，七。肝心な時に信じられないような打球でホームランを打つことが。Yeah, 我们得到了野球版的这个赵云，那大概花了1450乘以七，大概10150。这次势必是要把赵云给拿下来了，因为那个 UR 加赵云实在太强势了，非得要把它拿下来不可。好，我们就剩32,哦。好，我们用 Bobby， 32的话可以用 Bobby 了。来看 Bobby 能够 Bobby 多少呢？好 ，Bobby 一下好了。那共，啊耶！好，来抽，第一抽。只要可以让我拿到五倍就好，五倍，拜托拜托拜托！哇，也是可以啦。等于是这次拿到20个的话，就是变成是那个什么啊哥，少了3次保底部分，还可以。好，我们再来一次好，先不要 Bobby。拜托拜托！哇，没有哇，好烦啊！一个，再一次，再一次。各位观众，不要保底就好。哎，妈呀，就保底，不然你能怎样？我就保底给你看。好，我们再纳贡一下好了。拜托五倍，不要双倍，五倍，倍加倍加倍加啊！这就是其实有点保底的概念，这就两二乘以五而已。哎，好啦，就这样子吧，就接着去抽啦，抽起来，哇，多两颗，也是爽啦，也是爽，好不好？就是要让他不要保底，拜托你，又保底啊，又保底，可以对无氪玩家给点信心奖励吗？我真的蛮想入手他的，这样子的下去感觉不太妙。再来，冲一下，哇哦，多两颗。很恐怖哎，再波比一下好了。会不会我波比下去，然后给我五颗波那个仙丹？这样蛮不错的，自己在妄想。再来一次，拜托拜托拜托，哇哦哇哦，好屎。这没有很多，哎，我不管了，就是一直 Bobby 下去就好了。我没有那么多钱。Bobby， 快点啊！不要再这样子对我了。哇，好惨啊！这是保底的概念啊，也不给我 Bobby， 拜托啊！再一次，再一次，求求你了，求被 Lucky。哎、欸，我抽10次哎、欸，20000了，快20000了，不过也快抽中，算了，再波比一下好了。
Bo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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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bby， 哎，没有那个命，没有那个命。哇，又哎、欸、多两颗出来，还可以。这个这个就拜托拜托，真的是要，如果可以的话，差十五啊，十五也有点困难，除非可能最少的话要到十四抽，希望十四抽就可以，应该十四抽就可以解决，只要这里两倍就好，双倍加倍加，拜托拜托啊，没有，我的妈呀，我的妈呀，你忍心这样对我吗？好，这个差十个对不对？你就给我那个两倍就好，我们不要多不要少，好，不要逼我骂啊！我、啊、算了，拜托拜托，求求你，求完了来啊！这差三个是怎样啦？机车嘞，哎，那就是注定十五抽啦，十五抽完结好不好？十五抽完结的话，大概是十五乘以一九五零。其实也还可以啦，就是大概花了两万多，两万九千多，不过也花了九诶五颗的这个仙丹的部分，把这个赵云给带回家这样子。好啦，那就诶我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再两，算了，诶直接冲就好了，冲一波。好，你看就是保底了，没有命，可恶东西。哦，你看，哦，你看 ，Oh my god， 这个走路，安两维，哦，天哪，好，其实赵云的技能有介绍过了，然后我们顺便就把赵云给，我先把这个弄好，哎，这个，哎，刚好抽武将的部分完成，剩下这个的话，真的是没有办法。哇，这个差大概差三千多，是不是？三千多的话，我们再去抽卡好了。我想一下哦，假设三千的话，你一定要想说怎么抽，怎么花会比较划算？你看一下哦，三千，大概三千吧，是不是？2800多左右就可以把它带回家。那再来的话，就是这个要抽上112次，112次的话，目前这个是可以变成90。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多的提货券。我现在就是那个大仓鼠，包包里面有一个，应该有一大堆东西可以抽。耶、yeah, ，来开启！耶、yeah, ，提货券，还有没有提货券？我没有，等一下来开宝箱好了，来看一下能赚多少元宝呢？你就在这一集一口气把它给完成。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抽卡部分。刚才说这里的话，20、25、45。然后55、70、70抽的话，大概就剩下多少呢？在这里的话，哎，不是这个，或许可以在这里70抽的话是108的话剩下42抽，我觉得有机会，我们来看一下哈，大概要花多少？我们先把。我比较想要抽，可是 UR 可能很贵，我现在 UR 加可能很贵，先把这個抽起来。呜，好爽！一、二，哇，它1450呢，好贵啊！1450十次的话，呜，太贵，不能拿去抽 UR 加的这个碎片，太惊人了。那如果是这个呢？哇，虐爆了，这太惨了。950哦，950的话，刚才说要42抽，对不对？4次950，
950乘以4乘以四的话是3800哦，3800也还好，你知道吗？但其实可以去抽那个啦，哎，还是我们来抽这个好了。我想要抽这个，因为我还没换这个，我顺便来嘟嘟一下好了。好久没嘟了。这里的话是500，可以刮10次，我们就直接刮起来好了。然后真龙秘宝这边也可以抽，等一下再来抽抽看哦，一口气给它抽起来，让我中超级大奖吧！噔噔噔噔噔噔噔，shit， 这个也太惨了吧！其实啊，如果说硬要算的话，我觉得应该这样算才对，它会扣掉次数嘛，那就表示说我如果假设我要保底的话，就是15加上20加上28加上1加上5 70才可以保底，也就是说今天必须要抽70次，那一次是50的话，70就3500，所以你必须累积到3500才可以包底。那我不管，我们这一次就先帮各位抽起来，看能不能抽到10000，抽到10000就爽，好不好？10000块啦！哎呀，没有中 ，fuck you 的。我还有500，你们记得去抽。可是我抽到12价，顺便也不错啊，这样可以再抽。哇，没有10000块啊，可惜啊！哎呀，拜托拜托拜托，给我10000块啊！没有。他就不给我，为什么啊？他那个能量是直接可以换这个，是不是？如果我拿来抽掉，就没办法换那个。哇，可惜。所以我觉得最后的话，你应该是说你要把再怎么样，如果说为了要10000块的话，就算这个祖龙之甲不拿的话，你起码也要冲到69会比较好一点。也就是今天，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要忍一下，然后一次50嘛，所以说刚才提到的70次，打错，70乘以50，大概要3500，你必须把金这个什么蛙哥的金成金部分累积到3500再来抽，才可以保底。那这一次的话，我们逼得有点说进也不进，你知道吗？但我还想继续抽，冲，再刮，没有了，好，刮不到。命啊，命中注定，命中注定刮不到。我这样刮有没有用啊？他会帮我降次数？好，答案是没有的。那我现在还要大概将近90次左右。好，我们接着继续弄好了，90次，这样剩80次，对不对？哇，加倍了，抽起来 ，SSR。抽起来，抽，人生就是这样子，没有那个命，抽不好。现在还差大概42次左右，42次的话，2800，我看一下哦，42次。算 SSR 42的话，570乘以至少要乘以5次，2800，这个那抽 SSR 好 ，UR 可能太贵了，是不是 ？UR 950乘以5的话要4700，这样我们反倒是倒贴。好，那我们就抽这个。我先讲一下为什么要这样抽，你可以算一下价差多少。比方说现在的话是差42次，那你如果花2000元宝可以立即完成，但是我如果贴一点钱的话，我还可以拿一些装备，那我宁愿多拿一些装备出来，而不是直接花元宝结束它哦。我觉得这样的对我们来说的部分会比较划算一点。无氪玩家最主要就是要拿资源，如果说你资源拿不足的话，你可能很难以去跟一些有氪玩家做抗衡的部分。那我就抽5次咯，一次，两次。哇，我觉得实在是有点难。三次，15个，好爽。四次，五次，哇，这个有点少，那没办法，就这样子吧，给他过。钱也花到，然后这个也拿到了。
好，那这个的话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花钱就花钱这样子。那就因为抽宝物的话次数差太多了，没办法透过这个方式去换。这沾就算你用最烂的好了，沾十次，我现在只有也只能沾20次了，我还有60次要沾，那个成本太多了。那这没办法，就只能用立即完成。然后你花2000，这里还可以赚400。然后这里赚700，1100，所以说大概只赔900而已，只赔900元宝，我觉得还可以。我目前我元宝只要10000，不是哎，1200块，靠腰，我要完成这个也难哎。我想想你以为我没有了吗？我们刚刚不是说过了，我们在包包里面可以凑钱，我就不相信凑不出来那2000块的，可恶。好，我们接着去凑，我要把那个极品的 UR 部分把它拿出来，毕竟这个游泳派对看起来也是蛮嗨的。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话，为什么这里可以换赵云啊？我的妈呀，烦啊！赵云我就有，那我应该换那个牛奶才对。好，我接着看喽。这个没有用，这个也没有用。15箱，中个3箱就爽爽的，好不好？中个3箱，一次就给他开14箱。各位观众，请注意，睁大你的眼睛，不要眨眼睛。好，我们开始14宝箱，意思意思就好了，不要给我太烂了。拜托拜托拜托，不要太烂！你的系统是搞屁哦！一个元宝都不给我，一个元宝都不给我是怎样？至尊时空宝箱哦，拜托哦，给个面子好不好？给个面子，求求你了，不要这样子，拜托拜托，一个5000，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拜托啦，给个不然给个2000也好，求求你了，时空宝箱。300是怎样啊？真的很扯，我觉得他宝箱给的真的很烂哎，妈呀，天哪，烂到一个无极限哎，好，3000好不好？3000啊！哎，我心已碎，有没有那么运气那么差的啦？拜托啦，给我一点点就好，给我一点点，还要一点点，靠腰哦，给这什么鬼啦？烦呢、欸，怎么倒了你？妈唧唧的、啊，几点气好不好？几点气？1000就好了，1000，各位观众，你很好，你就是不给我没关系哦。好，你很好，给我仙丹就好。妈呀，这账号烂掉了，好不好？这账号真的烂掉了，这账号真的烂掉了。给点物资好不好？给养物资，给我物资，给我钱好不好？我缺元宝。缺元宝，拜托你啊！又不给我，我的妈呀！拜托啦！我一箱箱开好了，妈呀，这怎么那么烂？这运气真的差。3000，3000就好。3000世界有这么难吗？拜托你了，来一个就好了，一起。你好意思这样给我开哦？你好意思哦？我真晕倒了。他真的好意思给我这样子弄哎？好，好事会成双，2-2成对。我真的是我心已碎。2000啊，2000就好，让我完成个任务嘛，拜托拜托，2000就好了。靠腰哦，什么都不给我。拜托，好，你很好，14箱就跟你拼了，总会给我1000吧，1000就好了，1000就好，这么卑微的愿望，这么卑微的愿望，我真的发疯了，这真的太过分了啦，这什么鬼？给个元宝会死人是不是？有这么痛苦是不是？我的妈呀！都没有元宝我开完宝箱了妈，我的钱卡在1500
好意思这样子对我？我天哪、啊！这有史以来最烂的一次、欸，哎，烂到一个无极限、欸，哎，那仓鼠要干什么？仓鼠是要开出来让人家笑，是不是？就2000元宝这么难，好不好？这么难，生气了啦！看一下，顺便把这些东西领一领，他会不会良心发现里面有元宝，可以给我领一下？拜托拜托，有没有元宝？我看一下，好像没有元宝的。快倒，快倒，游戏快倒！那给玩家这么少的东西，那是要怎样？我们等一下顺便把这个赵云冲一下，看大概能冲多少。哇，武将500收，差一点点而已耶，好心动哦。可是大概差53抽，我也弄不出来了，没有元宝弄不出来。欸，他这里面没有元宝，不给元宝，不带这样子的吧？好惨哦，哎呦！啊，这任务就不给元宝的、哦，我天哪、啊！是逼人跳槽是不是？给个面子吗？啊，这里面都没有元宝，山穷水尽啊，找不到路了，不是已无路，是找不到路。好意思这样对我？这元宝吗？没有。Thank you，Thank you 个屁哦！我不要 Thank you 啦。哎、欸，宝箱哎、欸，这是什么？等一下啊，他给换掉什么？哎呦，大吉！这次新的这个龙魂的部分，哎、欸，不是阴魂的部分。这个的话会提升自身防御力80%，自身重伤时候只攻击力最高的这个玩，我觉得这个还好。因为假设自己死掉了，然后攻击最高的人可以提升防御，但是自己也就死掉了。那这个其实啊，你可以把它放在那个肥料的角色上面、啊、那你看，其实最初来说的话，肥料会放的这个阴魂是先登，就是说希望说起来，就是死掉之后上去的那个角色，他的那个攻击输出会高一点，但这个的部分的话就可以提高它的防御，强化我们这个输出角色的这个生存的力道部分这样子。好，没办法，我们就先抽这个好了。那饼干部分的话就是抽多少算多少。原则上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它好像就是一层一层往下顶，先抽中间好了。哇，没有中，那我们再抽下面。哇，还是没有中，妈呀！哇，这是怎么乱中？要找到出口才可以下去，你知道吗？啊，没有出口。哦，找到出口，所以他现在出口在下面第二层，那我们就推测下一个应该不会在第二层，应该在第三层或第一层部分。那他在第一个，那我们就抽中间好了。好，第二个，欸、你看你中了，所以现在他第一个，那他有可能，但这个不是一定。非必然的，那我们就接着换第二层的部分这样子，没有中，那我们就在第三层没有中，在这里没有中，难道在第一层吗？我靠，不是，第二层，哇，不是第一层吧？啊，中了，第一层，可恶。好，第一层，那我再推测他在第二层，没有，第三层，哦，中了中了，好，他在第三层，那我们就往上推一点，第三层，第一层，没有，那我就第二层，第二层去推，嗯，没有，第一层再推一次，还是没有，我的妈呀，他的饼干会随着你的打开的那个，你的层数越高，你后面要耗的这个牛，这是牛奶吗？牛奶就会花的越多，这样子。中了中了，第二层，那就来抽第三层。我没有，第一层没有，这里。哦，先觉醒丹，
会在第二层吗？我不相信，这里没有。哇，那就错了，可能在这里，不会在原始地方吧？哦，还在原来地方哎、欸，天哪！那再来的话，不会在这里吧？不相信。对啊。啊，没有，这里，这里，没有，这里，又没有，这里，中了，哇，那不一定，他开始，我记得之前他会就是说在这同一层地方他会跳会跑，先把奖励给拎起来，那是什么？都云是什么？都云要干嘛？哦，是宝物。哇、wow, 可以加攻击力耶，很好很好。哦，中中中，哎、欸、怎么都在第二层？那是不是都在第二层呢？错误。没了。哦，回去第一层了。我们就换第二层了，第三层，耶、yeah ！那哦，越来越多哎，好贵，越来越贵了。这里第一层是，第二层是，第三层是，这里，哦吼，过了过哦吼，哦好爽好爽，拿到 UR 加碎片。哇，只剩下一次而已，哇，好讨厌啊！啊，没有了，除非你花元宝，是不是？他可以直接花元宝，不行。那我们来包包里面看一下、啊，有没有办法再换出牛奶部分？哦，可以换牛奶。就换牛奶咯，这是什么？奶油盒，这是什么？哦，牛奶，40个牛奶。哎，我的妈呀，一个，我真的没有钱哎，夸张哎，这次给给东西又没有钱。是什么？哇哦，自选礼包。那原则上自选礼包应该都选星光盒居多啦。耶、yeah, ，那可以再抽。过了过了过了，哦哦哦，好肥啊好肥啊！这里，哦没有，可恶，这里没有，这里、啊、道具不足。什么鬼？23、啊，还可以再抽一次，哦，好刺激哦！哪一个比较好？这个好了，过去吧！啊，没有过去，过不去了。哎呀，那我们来兑换好了。嗯，为什么会没有这个蛋糕？哦，庆典这里要去升级蛋糕，是不是？等级奖励哦，可以领取。嗯，是升到满是不是？这个应该是跟所有玩家一起参加的那个部分。领起来，领起来。好、哦，领好领满了，耶、yeah, ！那我们又可以去包包里面换、啊，不是这个，哦，这个可以换这个孙策或者是曹彰部分。那我当然换曹彰，因为孙策已经拿到了。耶、yeah, ，多拿一张。おとなしくしなさい。哦、那只老虎被捉到翻白眼了，傻眼。
老虎被欺负了，那被打爆了，你看被打爆了。换牛奶，换牛奶。抽！哇，没有中哎！哇，可恶，可恶！哎、欸，快速捐献。鲜奶油，等一下哦，这个要换怎么换呢、啊？这个是要拿鲜奶油去换，小蛋糕。哎、欸，我有小蛋糕耶！ Yeah. 哇，只有109哦，好少哦。109要换什么都没办法换的感觉，一整个就是伤心的概念，庆典。这是要捐献鲜奶油部分，才可以去拿到蛋糕吧？是不是？哎，鲜奶油。总之你就是要花钱就对了，然后礼包跟协力部分，啊，那就没有救了。那我们就看兑换好了，109个的话，我比较，我其实我蛮想换这个，可是真的差很多，只要1000个，真的很过分。然后这个的话是可以拿，哎，碎片这个我已经拿到，然后这90个的话是西瓜，哦哦，这个也是很。很棒哦！哦，你想，你如果这只狗该有多好，一狗。哎、欸，那我们看一下好了。哇，还能不能换个鬼东西耶？怎么差一点呢、啊？这什么？哇，这不要。这什么？不要这个。啊，我想一下怎么去拿到剩下11个庆典捐献，不是要捐这个对不对？糖果屋，啊，可是我也没有元宝啊，从他这个也没办法拿元宝，助弄，对，换，哦，他可以用元宝去换，这里的话应该是50匹。50一个是50元宝，100个的话是2000多哦。从5000变成那个哎、欸，哇！可是这个成本也很高哎、欸，而且我现在没有足够的钱可以去换，那没有办法哎、欸，我只能换对我比较有利的东西，比方说像是自选礼包，这个也很贵。那没救了、啊，我就只能换那个啊。其实我蛮想换超章的，这90嘛，你至少可以换到一只超随便的 UR 加部分。然后如果我换这个的话，哎、欸，这是什么？这个也还好。猫咪。我决定了，我们以换人物为主，90，然后大概只剩下2，哦，好少，好抠、哦，这个好抠、哦，瞬间我有了，这个我也有了，还点错了，嗯，好，那就只能这样子了，要么换宝物了，宝物这个的话是可以增加攻击力跟会心值部分。换宝物也可以，那就换两个宝，哎、欸，可以换三个宝物，是不是？也不是两个宝物。换人的话只有90，90加40，130也不够。哎，我觉得人生好难啊，但我想要人，因为我有多一点的人的话，我可以去。下次假设他有出 UR 加的话，我可以多收一点碎片出来。看一下啊、喔，超脏。我好像没有超章，对不对？哎、欸，我有超章。好，我决定我要换这个，一个这个。那我就剩19块，19块没有，没有救了。19，然后没有救，是不是？19，
就会换这烂东西了。什么鬼啊？十九连个证都换不出来。啊，随便换啊，随便换。这我就真的不太想理他。好，这样子啊，剩七个不理他，没有弄到。我觉得比较可惜是这个拿不到，就很烦。我想一下要怎样才可以赚个钱。我们先把赵云哦给弄出来哈。那个赵云把它弄到 UR 加，然后直接升级，然后我们可以拿一些回馈出来。我先把赵云变装这个，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把它给冲上去哦，因为它培养的话，这次应该有这个啦，最强女友部分。问卷调查有给我钱吗？欸，可以耶，他有给我钱耶。那我们问卷调查一下好了。好可怜啊，目前体验我觉得不满意，这个实在是不满意之处。他真的有慢，而且会延迟。立体图我觉得还可以。然后我比较喜欢那个，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好，体验方法我觉得还好，一般。不满意的地方，我觉得心灵试炼，因为每次都要找人很麻烦，然后会卡顿，真的会卡顿。卡顿的情形有哪些？不是无法回应的，是就很慢啊。啊，好了，这样子好了。很多欸，他点什么升级也会啊，主要要点升级啊，就是升级啊。我的麦克风掉了，升级角色。然后换画面吧，有时候切来切去会啊，算了，是这样子吧。对，心灵试炼也会卡顿，有时候会卡一阵子。派遣倒还好，迷局登录过程应该不是。品质哦，我真的觉得很烂哎。三分啊，两分都烂，好不好？都烂。哪一间营运哦？虚拟跟中华电信，好，中华电信。宽频是没有看到威达，是不是？好可怜，威达大台中。拿200块元宝这么久。太烦欸，要割三十多了。给我钱好不好，给我钱。我们这么缺元宝啊，妈开宝箱妈开不到，妈不机车了，妈怎么骂人，妈都鬼扯了。钱欸，钱靠腰，怎么又给我钱？这里哦，元宝。跟你说你会改进吗？我很怀疑。下一次公告是什么？下一次公告要出陆逊跟陈庆之，哇，诸葛亮要再出来了。没有钱欸，没有钱，200，我差一点点，我差200，靠边站了。我们看一下能不能通关一下这个试炼的部分。试炼通关也没有用。我们把赵云练起来，看好不好通关。把赵云练起来，赵云练起来。顺便练赵云。这里耶。赵云要练起来的话，先把这个养成给弄起来哦，这是最重要的。好，就让他跑一下哦。又来到那个疗愈的时间了，我们来听一下咻咻咻咻咻的声音，刷刷刷。等一下先突破一下哦，忘记了。先突破到底。好，继续培育。
舒服。他是约会见习生，哎，多想约会啊！可是在这个期间之前，就是出去然后就中奖，害我觉得现在实在太恐怖了，去外面都觉得很恐怖。然后等一下可以把命轮冲一波。UR 加的赵云，其实在龙脉里面的表现也真的是蛮棒，而且他的那个攻击跟输出来说效果都还不错，所以我非常推荐这个有氪玩家或无氪玩家要把UR 加的赵云给练起来。那练起来无非就是在玉成命轮龙魂，然后阿英魂跟装备之间都要，还有铭文哦，所有的东西都要去做提升，效果才好。你拿到角色不是拿到就好，你必须要把一些该给的硬体设备给他，他才可以发挥一定的效果。包括说角色一定要来到加九，他的整个技能的输出状态才会做完整的体现。毕竟命轮的提升，它每一轮的部分有些是加攻击力、生命值，或者是说加技能的这个整个输出，而且它会额外增加一些技能出来，变成说你，当然你加一跟加九就会差很多。你能不能开启那个到加九，有些技能是会被给就是你开启之后就会有增加一些技能跟输出部分这样子，所以变成说你必须一定要把那个。平常你可能要准备一些可以升级命轮的东西，然后等到关键时刻你想要练的某只角色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把那只角色给练起来，起码练到它比较硬一点，不会被容易被打死的那个感觉会比较好一点。那基础上来说的话，从基本的力量、智力、敏捷、体力四个阶段要去把它做提升会比较好。那么难升到两个，好，两个中级，那我们就要接下来换中级去升级。这样说升级的原因还有在于说，等一下的话可以在那个最强女友里面去拿抢一些排名出来，那你可以透过抢排名去抢一些资源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你可以每次去预留一些资源出来，等到某一只角色出 UR 加的时候，来去把资源挹注给他。那你就可以在抢排名过程中呢，顺便可以去增加一些额外的资源出来。那你在挹注资源的时候，又可以额外增加一些资源出来的话呢，对你来说，在资源上的运用会比较更加有效。所以你还是要去衡量说，你平时解任务的话就解任务就好，然后有些资源先留着，除非说你本身现在很缺双打手跟这个辅助系的角色，如果说你本身其实已经有练到的话，我觉得就可以稍微的把资源给放慢。然后因为你同一只角色的话，你很难就是说都把它练到高级很高的地方，所以说来到后期来说的话呢，初级跟中级的天地使都可以去逸散到其他角色里面，但是高级跟顶级部分的话，建议玩家可以挑一只角色，然后主要去升他的性质就好。比方说比较出色可能是曹操，曹操他在那个所谓的智力升高之后，只要智力高于对方的话，会造成对方命运有控场效果出来，那升曹操的意义就有这样子。那你也可以去思考说，那如果说我本身比较偏好在练其他角色的话，你就去再找一只角色出来去练这样子。好，那赵云先升到这样子就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针对命轮部分去做升级。那我这里其实也备了蛮多这个可以升命轮的部分，那我们就直接把它给看能不能冲到顶好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冲到加九，可能有点困难。那起码加应该加六加五加六应该是没问题的。
因为你命轮的提升，它才可以额外去增加一些技能部分，所以命轮势必是一定要提升，你才可以把角色的整个特性给发挥出来。如果说你拿到角色，你只有单纯去把阿等提升高，应该说不是等级升高，你可能只升级刚才提到培育部分、育成部分的话，它的那个实质的作用性并不大。你必须要透过每一次解这个命轮来去增加技能的部分，强化那一只角色的整个在场上的表现的活跃度这样子。而且强化命轮的话，又可以去强化它本身硬体部分，那让它的整个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看样子升到加，或许升到加八加九没问题，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用到中间那个紫色部分。哇，好伤，开始好伤了，200，开始好伤了，加七了，好伤啊！哇，要冲到加九有点困难哦，我觉得加九困难，应该冲不上加九，因为这个量应该是不够，一次靠四级加冲不上去。那我们看一下，这样子的话大概可以，赵云的话，我有点想要把它配 UR 加的这个部分。毕竟赵云的输出状态是不错的，那这里的话，英国赵云应该是可以放无当了。哎，他会死掉对不对？他重伤会复活，所以他不见得要先放无，他不见得一定要先攻，但是他输出伤害一定要给他够。所以这样来说的话，我觉得仙灯真是有够烂，为什么他会推荐仙灯？真的莫名其妙，反正是把赵云当成肥料仔去放上去，是不是？傻眼，看一下哦、喔。哎呀，我居然没有比较适合的英魂可以放上去。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可以先用陷阵，毕竟陷阵可以增加彗星伤害一部分。无当的话，攻击力提升 16%， 行动哇，其实无当也蛮可以的，我觉得无当也可以，或者是说暂时先用虎豹，虎豹的话它可以提高攻击力 8%， 比较少，普攻 5%， 没有无当好，我觉得无当还比较好一点。彗星一级爆率提升24%至48%，哇！我有无当哎，我想要用无当，我想配一套无当给他。我们看一下、喔，如果说是前面角那个排行名的角色的话，他会想要把赵云用什么呢？这个是赵云对不对？他的阴魂放无当，你看无当是可以的。赵云，这个吧，选错了，刘备，眼瞎，好，这里没有赵云，赵云这里吧，我每次都看错，这眼瞎他居然没有赵云，杜甫，哇，居然没有人练赵云，会不会是，这里啊，在这里。居然只有 UR 而已，要看一下哦、喔。我这样我排行榜到大概漏在第几名？哇，差一点到80,000哎、欸！现在多少？66,000多。哈？什么？我60,000多还没有冲到排名哦、喔？我靠，这些人是怎么变态啊？那我们还要去冲的话，就是要除了命轮之外，还需要耗费
玉者，星光耀星光和天地时。这些人怎么那么变态？那我们用天地使去冲他好了。生气了。好，我们用这个冲他一下。我会这样冲的原因是，我觉得赵云是一只可以练的角色，而且未来我想要把它当成主力去冲了，所以我就会用高级天地使去培养它。那如果说你并不觉得赵云是一只你想要练的角色的话，就不要这样冲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呢？这样子有比较爽吗？看一下哦。哦，我还是未上榜哎，这样七万多了。靠，这里这些人是怎样？哎，奇怪，奖励，命轮加成。57000多，为什么？那用龙魂好了，欸，龙魂升级，我们用那个龙魂去做觉醒，拿到这个分数好了。生气，怎么可能会没入榜？不相信 ，I don't believe it， 大家都变态。那我们就在这个养成这里，然后龙魂。我想一下，我们看一下他的技能部分要喂养什么样的龙魂比较好一点。这个是阴气，针对敌人进行四次攻击，以生命值最高的敌人作为优先，造成800发伤害之后，如果没有造成重伤的话，会翻倍就对了。物理伤害。防御阴气，化粧はしてある。苦手だから笑うな。应该是觉醒吧，对不对？吃这个的话，哦，觉醒才可以使用初级部分。选择提升一项天赋，那当然是啊，敏捷转化喽。天赋，这个的话，欸，等一下，防御穿透，欸，好像选错了，增加敏捷值应该也可以，敏捷增彗星值，但是当然是这个啦。冲一下看能不能拿到那个天赋。冲到15级，这什么？装备适应，哎，也可以，还可以。他想洗一下，好，那好烂啊！再洗一次，好烂啊！护盾，这个还好。不要重装上阵，
烂。阴势状态，法术抗，这还好。哎呀，真的很难洗，这个真的很难洗。自身备受折，这个是蛮不错。可我觉得，因为赵颖会死，然后他会复，我觉得这个也不错，这个也不错。好尴尬啊！可我想要赵颖好一点。哦，终于开到不落要塞了，爽！哦，耶！我最想要就是不落要塞，在其实比较好的是在这个诸葛部分、啊、哇，我可以真的可以练这一支，我想要练这一支，我们把这练起来。哇，不够，可惜。这里的话会新伤害吧。25才可以再念，那目前的话不够，那我们用觉醒丹喽。这个我先忍住不要吃，因为我在思考是要不要给曹操吃。那这个的话其实可以吃一下了，再吃个10颗好了。我想要拼那个啦，拼那个排行榜而已。看一下，这样积分奖励是多少？65000多。然后靠腰，我好像还没上榜，是不是？这样子有上榜了吗？哎呀，我的妈呀，还没上榜，一个，那很过分哎，大家怎么那么变态？75000多还没有上榜，最少是多少啊？10几万哎、欸，怎么大家都这么喝呀、啊？直接冲到加9是不是？要这样逼我是不是？生气，冲一波，冲到加9养成不够，等一下拿啊，我好像没有元宝可以冲。哎呀，好恐怖啊！差三格哎、欸，差三格要怎么办？差三格，看一下哦、喔，商店，好有压力哦、喔。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买。啊，没有了，哇，可怜。这里有，哇！可是这个要两，好贵哦。那三个应该也不能过吧？很难。看一下哦。硬要这样逼我就对了。啊，三个冲不上去啊，一个。自动战斗，东山迷雪。我们把赵云放上去，看好不好打。然后，点错。这里。不是东山迷，不是东山迷局啊。东山迷局可以拿到星星，是不是？那我们接着继续打好。哦，我觉得太久了，算了，就这样，先这样子好了。我觉得人生太难了，剩下部分我自己冲好了。我就把骗子坐在场，可能看官都走光了。好了，我觉得影片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喜欢影片的人不要忘记帮优质影片点个赞，还没订阅观众朋友帮优质订阅起来，就下一支影片见喽，拜拜。